别拽多了啊，拽个四五个就行。空气啊，别那么招人，人招多了又开始乱了。你看，你拽一点行吧？哎，我的妈！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，我们现在玩的叫铸魔空岛篇啊，咱们呢现在一点防具没有，要不攒点钱攒点防具啊。 OK， 我看看啊，这边的买不起一届的神装是吧，买不起。 OK， 我看一下啊，小伙伴说这个挑战上和平的话，和平比王者难，可拉倒吧，和平我感觉没有王者难，王者难。我看一下啊，嗯，那我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去打怪去吧。嗯，我看看，我打 boss， 我看，然后呢，咱们去打怪去。这儿啊，这怎么一半呢？这地图啊，这边的怪好像都让空气给整死了。哇去，剩一个了，剩一个是个什么鬼？我还得放怪啊，都让空气给整死了。和平上个王牌应该没啥问题。空气又过来了啊。空气啊，那你先别过来了，我先放怪吧。空气啊，我放怪了，你离远点啊，我放怪了，放怪了。你快走，我放怪了啊。我说了啊，你死了别赖我啊。OK OK， 行不行啊？差不多了啊，然后我就变成生存模式吧。哎我去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再来一人一个呗，行不？空气啊，我帮你拽人。别拽多了啊，拽个四五个就行。空气啊，别那么招人，人招多了又开始乱了。你看，你拽一点行吧？哎，我的妈！你能听点话吧，空气呀、啊！我去的，你非得招那么多。嗯，我看看啊，这谁呀、啊？出去，这里爱唠，下来呀。那个，这边还有呢。哎呀，我这招多了，空气啊，空气啊，你上这来打呀、啊？我引你那边去吧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你引过去。哎，你别下来啊，空气啊，你下来干嘛啊？你妈，这上面还有一个呢，小心点上面的，再往这儿拽给他啊、嗯！你站着跟他打呀、啊，分我点啊！喂，行行行行行 ，OK， 咱也不贪啊、嗯。空气啊，咱俩一个人去引去吧，你别俩人去。麻烦，我去引去吧，空气啊，你负责打，我负责引，行不行？打好快啊！我引我引，空气，我引我引，你容易引多了，我引我引，空气啊，我引呐、啊，我的妈！我引我引，你不用引了，你不用引了，我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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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空气可以打了，这儿呢，你别过来，空气先，好了好了好了。那你先打那个吧，你那边打完你过来打吧啊！我这个剑没有他打的快，我看一下啊，嗯，我这把剑呢弄了火焰附加四，好像是，我这属于是灼烧那个意思，有点。人呢？空气呢？哎呦我的妈！空气怎么退出去了？剩我一个了，空气啊！哎呦我的妈，人呢？咱们拿他们的这个掉落物啊，那什么去啊？我再升一个啊，火焰附加啊，现在火焰附加四，弄五看看行不行 ？OK OK， 几个了？挺多。然后咱们回去他们呢？我看一下啊，我就买那个呗，买那个烈焰棒啊，烈焰棒挺贵的，根也没有多少啊。下雪了，我家门怎么开了？谁又上咱家偷东西来了啊？没有吧？四个。四个也不够吧。嗯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是火焰附加四，那这个我得有五个才可以，我还得去打去。嗯，我有点饿了，给你弄点饭，跟空气继续混去。小薇，去三号三楼。空气，你打完了啊？我去引去吧，空气啊，你引的太多了，撤撤撤撤回去点，太多了，你看你一整就整多。对对，撤吧撤吧，差不多了，太多了，空气呀、啊，你打也打不过来，你招太多了，这贼麻烦完事打啊！哎，这怎么还都盯着我了？怎么？哎我的妈，全下来了是吧？空气啊，上这儿来打呗！空气啊，我拽过来了，
你过来啊，那上面你先给打死呗，我搁这给你吸一会儿仇恨。这边空气，这一下挺多啊，着了吗？空气快来，这边有七八个呢，上面没下来吧？可别下来，我去，伤害太高了。这几个我也不知道几个，没事，大概分就行，我也不差那一个两个。你捡吧，你捡完你分我吧。六个，几个都行，没事。这个火焰附加到底是有用是没用，我不太清楚啊。分我点吧，空气啊。你都捡了，你分我，然后，那我先回去一趟啊。我还得去买去，然后再掰下六个啊、剑，连粉五个。我去，我青金石不够啊，那把它还抠了，这样够不？啊，别告我青金石也得五个。空气啊，你有青金石没？哎，我就懒得去取去。哎，不是，那我去一趟吧，是不是？把这俩掰碎了，不是把这俩卖了，还能出来两个，八个。空气，你有青金石没？能不能给我点儿？我去，这么多啊！哇，这么多啊！你好惨。OK， 那我先压一下啊，剑，然后这个，然后烈焰粉要是六个的话，我还能往上加。现在是火焰附加是五了啊。你早有这个早给我呀！我再压点别的，这还不多呀、啊？我再加这个，时运六，我去，太狠了！有这宝贝不早亮出来，真是。搞七个，够了。还能压吗？需要八个，不够了，可以了啊。好吧，那咱们看一下啊，那咱们现在是，时运是几了？时运是七了。那我把这两个，买这个，然后我砸去看看啊。那个，这是鬼魂呐。这个用火焰附加的剑是可以打死的啊，普通的剑是打不死的。OK， 然后，这样我下界石英矿石是不是？三个，这个时运的这个，我的剑也得加是吧？这样给多少了？十四个，还行是吧？三个，这是四个，那这个我得需要几个呢？我这把剑是锋利是六。七个的，我现在是四个，我还得去攒骨头，怎么扔这儿了？要不弄一个钻石靴子啊？保护是什么玩意儿？看一下啊，这个叫铸模的嘛，是吧？保护是什么？保护是黄金呐、啊。黄金，我怎么觉得先应该弄一个附魔台呢？有一点点麻烦，我看看啊，我先把稿子扔。石头我卖点钻石，我先弄一身钻石装备吧。我弄个钻石靴子吧，先哪个都行啊，我先弄一个防具，实在是没有哎。石头不是他收的哦，还可以啊。那咱们从帽子开始啊，帽子我不是有个这玩意儿吗？这玩意儿可以往上落吗？不好使，别动。然后我先做一个呗，先做一个钻石。没了是吧？然后这个好像是裤子就这么穿这些。然后我看青金石白黄金得三个了，现在用这个钻石我再买点去啊。可以换吧，是吧？然后咱们用我们的那个镐子再往上砸一点石头。哎，带上了怎么？别带上啊，需要五个黄金了，黄金我就没有那么多了。保护是现在是原版顶配的了啊，咱们得超过保护五之类的。是吧？那咱们就砸一下呗，正好这个镐子咱们用一用，这样呗。我觉得盔甲铸模就行，不用买神器，是吗？那看你咋想呗。你要真肥的流油的话，你就买神器呗，行不行？我得那什么啊，我得那个再买点那个滴水石锥啊，做那个什么用啊？岩浆用啊。摁住就可以是吧？烧吧，烧还得需要，要不给我们炉子再升一级，反正要干的事太多了。现在炉子啊，再买八桶岩浆，然后变成那个黑曜石，八个黑曜石把我们的炉子变成黑曜石炉子，烧的就更快了，
是不是？少一组了，挖的也挺快的啊。火焰，看一下我家还缺啥？你那么肥还缺啥呀？啥也不缺。什么意思？你家还缺啥？空气啊，你还有多余的黑曜石吗？我去，你有黑曜石炉子了都。啊，我真是。你家还有那个什么黑曜石没？能给我点儿？你怎么养的狗啊？空气，你家怎么这么大呀、啊？你这不早偷吗？空气啊，不注意我都想偷你了都。空气啊，黑曜石有多余的吗？能不能给我点儿？没有就算了。凋零玫瑰，你别告诉你把凋零都干死了。羊肉。羡慕别人有什么用，赶快行动起来吧。放不下是什么意思？ OK， 烧都停了吧炉子啊。哎，你看我一行就是。我这岩浆这太少了，看着没。那我就先那什么呀，先攒点那个什么呀。我看啊，滴水石锥我记得好像是 BOSS 的掉落才能买，那个别的 BOSS 都不是钻石的事儿啊。一个呀，哇，这个还挺便宜的，这还行呢。早知道买点那个好了，我以为两个呢，我就没想买都。OK， 我看看啊，咱们现在是，火焰附加是5是吧？火焰附加5，慢慢攒吧。我们看一下咱们这稿子啊，时运是7了已经，7的时运。